红绿灯下，远景愤怒大吼，将外送员拖下车。人来人往的丰原庙东夜市前，外送员机车倒了，人也趴在地上耍赖爆哭。 这名外送员姓苏，39岁，会搞成这样，是因为这句话。 当街对着远景飙骂六字经，让苏姓外送员终止外送，他应该很后悔，为了取餐逆向还不配合拦查。好了，你证件出示一下，我现在跟你。你被罩哦，罚单会寄给你哦。好，先跟你讲啊。苏男声称遭警方开单一时情绪失控，才口出秽言飙骂远景。网友目击整个过程，开玩笑留言：“你的外送上铐中，请耐心等候。”最后，这份外送还是警局副所长帮忙亲自外送到府，画面也被民众抛网。大赞暖心，这是黄家警城台中采访报道。 科普一下，水神呢跟病毒呢，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，会变成什么？变成水，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。那一天使用个百至千次，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。那家里有小孩的、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。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？请上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会有折扣哦。